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修手机的一哥。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粉丝对我的支持啊，然后这是今天要发走的一些修好的手机啊，我们一个一看一下。这个是个小米黑鲨 Hello 啊，更换屏原装屏幕总成啊，这个完美啊，完。然后这是一个昭通粉丝机小米 Note 3啊，进水不开机，完美搞定啊。然后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河南粉丝寄修的 vivo X3 幻彩版啊，更换那个组装屏的啊，品牌组装屏啊。然后这是一个畅玩 9A 畅玩 9A 更换原装外屏啊，然后它的外屏碎得非常厉害啊。然后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广西粉丝寄修的 R15 啊，重摔机，然后修不开机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换后壳啊，换屏幕啊，整个后壳换成白色的，它之前是红色的啊，这个已经上面发过单子啊，也准备今天发走啊。特别感谢这些粉丝对我的支持啊，我会你们寄修的手机，我会用心修好每一台手机啊，给你们用着开心啊。双击加关注，感谢支持。